这可能是钢铁侠被黑的最惨的一次，这看着还不错的山寨钢铁侠出场即是巅峰。我的天，刚出场就被奶牛给砸死了。没有错，这是一部恶搞超级英雄的电影，名叫灾难大电影，上映于2008年，里面把超级英雄恶搞了一通。那么跟随咱们的脚步来一起欣赏该电影的高能片段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地狱男爵，丑是丑了点，瘦是瘦了点，实力应该还不错吧。这又被奶牛给砸死了。那一年的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注意看，这一位猜猜他是谁？看样子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绿巨人了。不出意外又出意外了，这告诉了我们，不是每一个浩克都有一条撑不坏的短裤。登场的是 X 战警、金刚狼、风暴女、镭射眼等等，看上去虽然没有原版霸道帅气，不过万一很厉害呢，不装了摊牌吧。这确实也不咋地啊，这是原版的万磁王，非常的霸道帅气。这是电影里的万磁王，不是吧？万磁王真的就在头上放了个磁铁。这部影片叫做史诗电影，其中还有很多搞笑桥段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。感谢小伙伴的合作，重视点下期更快。